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给我有机会来讲神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是大家最熟悉的道理，就是主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接受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上一次我们讲耶稣是道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一到我们到天家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，是我们进入荣耀福音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归家的路，当好的路，是圣洁的路，是得胜的路，是光明的路。今天我们要讲耶稣是真理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好像路标，引导我们怎么样去天父的家。我们知道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来的。耶稣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要恩典，要真理。主的话就是福音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主的话是真命的道，是使到人灵魂得救的道理。人的话都是虚空的，说了一千句好话，因为没有生命，结果不能救人。只是耶稣的话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能力，是我的富乐。耶稣的话就是我们的安慰，是我们的诗歌，是我们人生的盼望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监牢的时候，共产党说判你24年徒刑，已经宣布了。我就对主说，我要听见你的话，求你对我说，这次坐监牢多久？如果是20年，那我到时我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，我的母亲不知道有没有在世界，丈夫、全家、教会，实在是很难关。但是我知道主不误事，你是神。主在夜间对我说，你这次与我做监牢30天，不用20年。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主的话，所以我马上对我的孩子说，因为他们拿监管来给我，我写一条字条对他们说，妈妈30天就回家，因为这是主的话。政府虽然判我20年，但神说30天，神说的话是真理。感谢耶稣，真的整整30天，我就释放了。这是主的奇恩之恩，而且主对我们说的话是真实。我每逢遭遇，无论是快乐是忧愁，我最主要的是我要听见主的话。他要我怎么做，他要我受多少苦。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主告诉我，你不单34天出监了，你还要为我做第2天出监了，第3次监了，以后我要带领你出国，为我传福音到世界各个国家，做主公直到主再来。这是主的话，我心里非常的安慰。真的如此，第一年做第一次监牢，70年第一年是69，70年不做监牢也是为了传福音。第3次73年，我在纪元县传福音给他转，他说这是判处
无期徒刑，而且算过了。主告诉我，这就是所以天就把你出家了。感谢主，真的到所以天我就出家了。然后主说，我要带你到楚国的南大门广州，为我的名向国内外的人传福音。感谢主，因为当时我生病，医生看了我的病症，我们三头四不能医，这必须到广州去医。广州中山医学院可能要办法，我们这里也办法。他问我要不要钱，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我说要。他说那送你去广州，我说好。感谢主，主就送我来广州。来到广州，我的妈妈从香港来，弟兄姊妹从香港来看我，我们何等的快乐！我们到中山一院、二院所有的医院去看，一样病都没有。这是主要我来帮广州向国内外的人传福音。我在那里传福音好多年，直到我出国。主的名称为奇妙。主的昼夜是奇妙，主的话是真理。我今天向你们讲的题目是主耶稣是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听到主的话。主的话在传统圣经，你读了传统圣经就知道主的旨意。我们这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人读传统圣经？读几次？读一次的，请举手。传统圣经，感谢主。读两次的，感谢主。三次的，感谢主。四次的，五次的，六次的，七次的，感谢主。我是读了好多遍。七次还是五次，因为越读越甘甜。在无论什么环境下，要求的话，心中就有平安。而是苦难也不怕，因为是从主而来，是他的旨意，这是恩典，更是高兴。感谢主，主说要给我来香港，以后我真的来香港。主给我来美国，以后真的给我来美国，而且给我们来美国能够创办这间教会。我跟梁牧师，他是创办英文的，我是创办中文的，一同开始我的教会，到如今还在。他现在到别处，因为他的教会花了很快。就没有人来，因为他是英国的，是良心的。他们当时在读书，来到那里礼拜，等到烈烈的到别的地方去，所以他们就没办法继续。但是我是中文的，我们是这些老人家在一起。这个是从今天我们教会上，我一想到主的恩，我就高兴。很多人说你不要。尤其美国传福音办教会能够成功，美国有300多位传道人，没有工作做，也没有教会。你是一个女人，你又不懂英文，国语也讲得不好，怎么能够在美国那里开教会呢？我说是主叫我来，到美国罗斯顿面向华人传福音。我听主的话，这个教会已经多少年了，神的恩典真是够我用。这个教会一成功交给我的儿子，我就去香港办另外一家教会，买礼拜堂。现在有100多人，来齐的时候有300人，每个礼拜天都有100多人。我还在中国，31个城市。办教会，每个省我都去，神都给我够用的经费。
我一要到日子的时分，就要忍受我出墙入会，跟一切你不要忧愁，要上帝经历的，因为出于神的旨意，经济没有困难，什么都没有困难，到处传讲福音。我在香港啊，我在深圳开了一个神学生，就是美格省的传道人的一个学校，一年教了300多个学生。我在南角的12年，12个300多个学生，各省都有我的学生。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仆人，只是你肯给主用，耶稣就用。耶稣的话是真理，你只是要知道主的旨意。他对你说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再给你请差吧，我肯给你做，求你以我通过，工作就能够成功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个个都起来做主工，无论是探访也好，引人归主也好，做妇女工作也好，娘亲工作也好，主日学工作也好，你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无愧无染，都存在天家，将来都会赏赐。很多人想要去天家，到哪里得主的称赞赏赐，这是很好。但是你没有做主工，假如单单来礼拜，单单来听到，什么主工都不做，主要凭你所做的工来称赞你。你来礼拜，这是主已经是让你得着救恩，我为你高兴，很好。但是也要做一点主工。假如我们这里一人顶到一人归主，这教会就没有这么多空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领人归主是最难的工作，但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。我们中国家庭教会人数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弟兄姊妹哥哥去做主工，说请你来礼拜呀，今天我们要聚会啊，在某某地方啊，请你们去看一下，人家来看，一听福音，疾病一个做医治，他们就来讲的。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长，他说我们抓到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因为他到处一直祷告病的医治。他太太说我在医院，医生说我的病不可医，他说不看，我去示范他，然后请他来为你祷告。他说快一点去释放他，所以我就释放了。蒙主的恩惠，将这个共产党就请人抬他的妻子从医院抬到我家。我奉主的名为他祷告，主要想明他的作为，使到共产党认识人。这个人就得医治，他不单得医治，而且去引导更多人来听到，他也跟我去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活的，我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有机会得到传福音。有病人吗？我们要为他祷告。神的名称为奇妙，他的作为也是奇妙，他要医治一切求告他们的人。我有5样病，11样病都是主医治的。我一天政府抓到你将你去吧，他们说你为什么要传福音，我就说哦，我有5样病，11样病耶稣医好我，所以我就向那些病的人说，请你来信耶稣，医生不能医，我来为你祷告。他们一祷告主就医治他，所以很多人就给你来引去人数就这么多。连共产党听得到要来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
希望我们个个传福音。当耶稣更强的时候，主就称赞你说：“好，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主人为你预备的一切快乐。”那个时候，你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。我们不要活在世界一无所成，别的不大功不能成，不要紧，最主要的是救灵魂。求主帮助我们去传福音，去迎神追逐，使到我们的教会人数能够增加，主的名在我们身上是有用的。我觉得主的话非常好，我们在创世世纪里头看到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的上帝说地要化生青草，而借果子的菜说借果子的树呢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主说他要造日月星辰，事就这样子成了。主说他要造空中的鸟，海底的鱼，事就这样子成了。主说要造昆虫野兽，野兽，上帝看着是好的，事就这样子成了。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造，我们这个人的形象是像神。你假如问我说怎么说我们像神呀，我就要跟你说你像神。你说假如问我说神不是啊，神生来是怎么样？神咬耳朵，八咬嘴巴，神咬眼睛，也咬鼻子。你去读圣经，圣经说神说，神看，神听。生物生貌样子呢，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那就是神跟我们真的是那一样。我在苦难的时候，我有见到神是充满的荣耀，虽然是一样，他是讲话是满有权威，你一见到他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敬畏。我在苦难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次共产党要枪毙我，我说神啊，要枪毙我，我要看到你坐在神的右边的地方祈求，求你救我脱离苦难。感谢主，当夜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之间神开我的眼睛，看到神坐在父的右边替我祷告，然后主对我说要平安。虽然共产党说要枪毙我，但是耶稣为我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代祷，我们还要求主为我祷告。我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主啊为我祷告，我说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我更是人自己向神说为我祷告。主真的要为我们祷告，主的祷告父神一定是听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主的话就是真理，圣经都是真理。提摩太三后书三章四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一教训不知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感谢主，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，教训我们，督责我们，归正我们，使到我们学义，使到我们在神面前得以完全。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，我们要有圣经，然后照着中心，圣经有六十六卷，
地上人类是不是六十六全？是。作者有四十多人，有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有牧人、税吏、渔夫，有医生，有战士，有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，各种地位的不同。圣经有摩西五经，有历史书、先知书、神学、诗歌、福音书、书信、启示录，种种意义的不同，但是前后一观，竟然有数。圣经的要旨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，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以十字架为主题，圣经的每卷每章都是讲述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。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是真理的宝库，是生命的写真，是正向神的道路，是完全的救法。圣经是基督活现的见证，是活水的源头，是生命的粮食，是生命的光，是信仰的标准，是天国的向往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话就放我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要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就是救恩，救活我们的生命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说，我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因为我们从圣经里看到，主叫死人复活，病人得医治，鬼必赶出去。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使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在不末里的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之出来，行善的复化而生，作恶的复化并无罪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来的时候，要呼叫的声音，要天使讲长的声音，他要来一提圣徒。你们说我活就一提，那我死了吗？当然，耶稣就来呼唤我们的名字。好像说，就是 Daniel， 你说喂，怎么我在这里？因为耶稣的话是生命，一叫你就起来，起来的时候复活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是传道人，是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复活得生，但作恶的就复活，定罪下地狱，要受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坐在这里，不要以为说啊，无所谓了，我每个礼拜来礼拜就是，以为不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会呼叫你的名字。主一叫我们，死的就从死里复活，活的就变化，然后我们就一同一提到天空与主相会，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一起，永远不是一提再添加上五年或者是一百年，是永远无穷尽了。我一想到永远，我就高兴，因为我今年70多岁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圣经说人生的岁数是七十，入世前传就可以到80，那我是前传的啦，已经75了。假如到80的时候，我就要离开你们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有一件高兴的事，
我离开世界，因为我是主的儿女，天使就来带我去天家，在哪里永远与主同在一起，我在哪里等候你们。有一天你们也去了，我就说啊，我不知道你来的，我在这里等，抱你们何等的快乐，一同在主的家中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话，这是主的话，主的话是真理，主的话是真理，真理是给我们的自由，是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主是真理的王，他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界，和违背真理中间的真理，只有真理的王耶稣才能够释放我们，直到我们从死里复活，直到我们得以自由。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说：“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，就不必定罪了，因为赐赐命圣灵的力，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，脱离罪和死的律法。”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真高兴主的话，救我们脱离死罪的律，因为有罪才要死，因罪而死的就要下地狱，进入一个可怕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不能出来。这是耶稣的话，我们大家也听到，你不要以为无所谓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听到这个道理，魔鬼没有办法害你，死亡没有办法害你，罪没有办法害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。本来犯罪我是我们该死，但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相信他，依靠他救赎的恩功，我们免受苦，我们仰仰死，因为死和罪的律都必主担当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说真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自由？有没有？有。你们不应该说有，没有就惨。有没有？有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有自由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假如我们或者都就掉到我们地底。假如我们已经死了，在坟墓里，主就复活我们，复活的灵体也是掉化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地底向天空地主相会，跟主一同做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一讲到这里，我心里就快了。有一天，耶稣来王，我要到天家。我们到天家不是在哪里是一个罪人得救就好了，在哪里做一个奴隶都好了，那我想也是很好。不过耶稣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，并不是在哪里做奴隶，是与他做王，直到永远永远。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不但得永生，而且是与主一同做王。直到不是一百年、两百年、一千年，是直到永永远远。你看我现在75岁了，想到哪一天要离开世界，我就会死。我在世界上不是永远，但是我一进到天家，进入永远。所以想到天家是永远的，要与主同在一起，让我们个个都遵守主的道。传扬福音，引人归主。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主的国度。感谢主，主的话是我们较强的人，路上的话照出我们到天家的路程。今天主的话照亮我，也照亮你们，照我们到天家。圣经说，念在书上一言的，和那些听将又遵守的，
咬活了，因为这洁净人弟兄们，耶稣快再来，我们看到世界的各种灾难各种大旱，我们清楚主快再来，但是不要紧，主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下地乃是上天堂，我们是靠耶稣上天堂。我们今天听到要行道，听见要工作，你就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要不要听手头的道？干脆就挂掉。我要遵守主的道，守主的道，我不要犯罪。哪里有罪，我就严厉的对待；哪里有罪，我是要离开罪。我们要离开罪恶，以主相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是真理？耶稣，耶稣就是真理。真理创造什么？创造世界，是不是？神造天地万物，不是用他的话语造成的。然后我问你，真理是谁的灵魂得救？借着耶稣基督，耶稣的话就是真理，是我们相信他的人得救。你们今天是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生，不是一个灭亡的人生。我们要不要高兴？要。但是记得要遵守主的道。我们平时守不够的，通常还要犯罪，还要与世人一样批评人、议论人、逼迫人，或者犯罪、贪爱世界、引诱人。都要悔改，要读圣经，照圣经的话来行，行得不好，我们从今天起再来行。以前做得不好，求主赦免我们，以后求主叫我们能够做好好，满足主的心，拥有主的名，自己也能够得救。好，现在我今天向你们讲的就这么多，耶稣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要遵守，如此不